先讲讲三级课程的大纲，课程的进度。三级课程讲到第19课，是讲志向和志向的六个要素。这六个要素分成两组，笔试和用笔。所谓果树，就是把笔试和用笔加起来，大圈加小圈。玉堂进京最后就果树、笔试和用笔讲了三句话，每个一句，提醒要点。对于笔试而言，其要在全变。这是20课、21课的内容，我举了不少全变的例子。那关于用笔和果树，玉堂进京又讲了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内容。一，玉堂进京论用笔要点，他是这样讲的：夫用笔棋子，偏旁向背，其要在敦玉。这里有三个短句，我一个一个解释。用笔棋子是什么意思？用笔棋子就是起笔和收笔，俗称小圈。一根线条的两端必有起笔动作和收笔动作，这些动作是最容易看到前人怎样用笔的。所以包士曾说，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，历来学书法需看真迹，看真迹就要留心人家怎样起笔和收笔。一个笔画，那最简单的一字来说，如果你遮去两头来研究用笔，那是看不出什么的。只有看它的两头才知道毛笔是怎样用的。如王羲之这个一字，起笔尖锋入齿，迅即下蹲，转为侧锋，以两面换的方法取两锋笔运行，写到尾巴顿笔回收，把笔芯收直。所以起笔是尖锋转侧锋，收笔是侧锋转尖锋。真行草书的写法就是两个笔锋轮流转换，小圈是笔锋转换最明显最清楚的地方。包士曾是清代碑派的代表人物，碑派崇尚魏碑，魏碑的笔画棋子往往是方的，那些方笔只是刀刻的痕迹。于是包士曾转口说，要看笔画的中段，大讲中段时而不空，这样才能跟他提倡用笔平铺纸上相配合。其实他心中是知道用笔看两头的，不要上他当。毛笔铺成了油画笔，那小圈上笔锋的转换就没有了，两头当然没什么看头了，说看中段只是掩饰而已。第二点，讲讲偏旁向背。向背包括两种关系，相向和相背。相向又称相对，就是面对面，相背就是背对背。偏指左边，旁指右旁。这里不是说文字偏旁部首，
而是指左右笔势的呼应关系。向背关系我早就讲过，我在二级课程16课讲牌匾时给大家看这三个门字，褚遂良、糜甫和颜真卿处理左右两竖的走势不同，分别是相顺、相背和相对关系。不过这两笔不是一次过写成的，中间还加有其他笔画。一次过写出来的如兰亭序旗字，下面两点就是相对横排。颜真卿清远道士诗这个川字，先写两竖用果向左弯，然后第三笔用蔡读式向右弯，形成和前两竖相背的笔势，显然这是精心设计的。欧阳询36法就讲到向背，他说向背自有相向者，有相背者，各有体式，不可差错。相向如飞、毛、毫、枝、和字类是也，相背如北、赵、肥、庚字类是也。宋代姜夔这样说，向背者如人子顾盼子画向衣相背，发于左者应于右，其与上者补与下。大要点画字间诗色各有情理，求之古人右军盖为独步。右军就是王羲之，王羲之的字点画呼应非常好。张怀瓘和张旭都是盛唐诗人，他们的话受前人影响，早在初唐孙郭婷已经讲过同样的话。孙郭婷说他教学生只讲四个字，直、实、转、用。直就是直笔，实转我们都懂了，所谓用就是点画向背。当你会直笔、会实转、用笔时，表现点画的姿态和呼应，这就是笔势，书法就成功了。笔势之间的呼应，如果写实了，就是代笔或牵丝；写虚了，就是飞度。如王羲之这个府字，右旁点横奋笔势，上点腹，下横仰，这是相对关系，或者叫相向。请注意，这两笔的呼应关系怎样体现的呢？就是下面一横的起笔指向上面一点的收笔，上面一点写完以后，把笔锋从侧锋设为尖锋，这样下一笔起笔可以顺顺当当的用到尖锋。而入纸之后再一次转为侧锋写这个横笔，这就是两个笔锋的转换，也就是说大圈点画的呼应是由一收一起两个小圈表现出来的。这样一说可以理解为什么《玉堂金经》说用笔齐要在敦玉了。敦玉是久用两个用笔动作，玉
是九用字三，敦是九用字四。玉是笔芯垂直下至，敦是压弯笔芯。玉是用尖锋，敦是用侧锋。书法只有两种线条，一是尖锋线，又称骨线；二是侧锋线，又称肉线。在实际操作中，总是尖锋和侧锋交替使用的。《玉堂进京》说的比较隐晦，用敦玉这术语替代两个锋。所谓其要在敦玉，指出用笔要掌握两个笔锋的用法。回头来看《玉堂进京》这句话，现在就比较明白了。夫用笔其子，偏旁向背，其要在敦玉。所谓用笔其子，是点画字内，这是实写小圈。所谓偏旁向背，是组织点画之间的联系，这是大圈的功能。用白话文来说，就是点画两端的小圈以及大圈笔势之间的呼应，一起一收，根本就在于两个笔锋的替换运用。二，《玉堂进京》论果术要点。《玉堂进京》对书法三要素提点了三句话。笔势要点是要在全变，用笔是要在敦玉。那果术要点是什么呢？他是这样说的：改制果术，其之于虚实展处，其要归于不出。我还是逐一解释这三个短句。第一个短句是改制果术。果术是大圈加小圈，一个字写出来了，改制的意思是调整位置，也就是接字。第五课、第六课就是讲接字的，我举过一些例子，如人字、立人式加奋笔式，果术起来，人字大圈有了。小圈调锋点还没有加，但看起来已经不大对头。右旁的二字太低了，这就需要调整，也就是改制的意思。你看这两个和曲式是一样的，小圈接点有点不同，如字勇这一横是顿笔收，而文正明是错笔收。智勇这一竖下面是勾按接点，而文正明是用了 T 明接点。但这两个接字很不同，左边的立人式有高有低，影响到最终的整体效果。又如上次讲到的闻鸡起舞的起字，这两个大圈曲式也是一样的，但接字相差极大。王羲之把右旁的四当尺字那样写，整个字和原来的起字相差不大。欧阳询这起字本来长呢，他说短了，本来短竖却拉得非常长，似乎要使你吃一惊。也就是说，改制果术的结果可以造成全新的字形。颜真卿写邻居的邻字，也是加描碑耳朵旁
在左边，而清理杯搬到了右边。这不是他的发明，隶书中就有这样的写法。颜真卿只是搬用了前人改制的结果。再如群众的群字，欧阳询把阳写在君的下面，柳公权把阳搬到君的右旁。殷府经有三个故字，其中两个写法一样，第三个故字最后一捺故意缩短了。这样的例子非常之多，都是改制果树的手法。接下来是这个短句，其子语虚实展处。这里有两组意义相对的词，一是虚实，二是展处。虚实展处，通俗的说就是长短疏密。你看这两个字，智勇比欧阳询宽博，有隶书意味。欧阳询紧密，中心收实，但欧阳询险境猛力，智勇雍容安详。王羲之写长字，歌法很长，占地很宽。智勇千字文保持这个特点。智勇有很多地方近似王羲之《兰亭》等的写法。这个字重心在左边，而右边依靠歌法占住地步。褚遂良雁塔圣教序、殷府经、歌法都是长的。这些都是王羲之系统的书法家，一脉相承。到颜真卿变法，歌法就短了，跟北魏那些民间书家的歌法差不多。又如意字也有一个歌法，你看王羲之写的征书和行书两个意字，简直就像一个跳舞的人，身体向左，一脚向右伸出，姿态非常优美。智勇也写出了这个特点。虞世南、张旭歌法也很长，但整个字已经放平了，没有王羲之、智勇那种侧势。到颜真卿、柳公权，头大而歌法短，趣味大不相同了。我幼年写柳公权很多年，中年学王，幼时的习惯要改过来，就要花很大的力气，很多精力。亲人徐用熙说，大抵用笔静止风中，皆字静之展处。展就是伸展张开，处与此相反就是绝处挤破。用笔要点全在用锋，而接字的重点是哪里要舒展，哪里要收紧。就果树而言，虚实展处还是讲接字。历史上的书法家几乎都临写过王羲之《兰亭序》。这个兰字，赵孟頫临本草字头太大，结构松掉了，下面的门曲式脱轨，中间两横不是王羲之原来写法。就接字而言，同时代的虞和临本还好一点，但虞和的草字头同样左右太疏，且过大，压迫下面部分。一个字哪里要收缩，哪里要舒展，弄错了就不好看。
再来看一个字，王羲之《兰亭序》中的静字，这个字没有一处是放平的，动感强烈。石笋寺中间一长横非常精彩，因为这个字笔画多，显得长形，这一横把左右的空间补上了。传为虞世南摹本，大致都可以，但太实，白味太少，通常说有黑气。传为褚遂良摹本，这一长横僵硬，下面两短横也是，好像木棍，不见手腕。赵孟俯把中间三点改为两点，这是创作，不是临摹了，且上下脱离，至终出现了虚空，大忌。这样就有一个结论，其要归于互出。果树的要点就是调节虚实展处，太虚太实太长太短都不好，不要偏于一律，互出就是各种效果都有。好的字帖，王羲之智勇要多看多临。阴符经是一本非常好的入门帖，大小圈都好，希望各位多加研究。现在我把《玉堂金经》关于书法三要素的总结完整的给大家念一下。符书第一用笔，第二实势，第三国术，三者兼备，然后为术，苟守意图，即为未得。符用笔起止，偏旁向背，其要在敦玉。起伏失势，七字语散随烈火，其要在全变。改字果数，七字语虚实展处，其要归于互出。小此三者，实可言述。那我们三级课程是不是讲完了？没有。筋结骨肉皮血是物质的东西，人还有精神。前面讲的都是技法，精神的东西在书法中就是心法。只有这两样加起来，才能完整的表达你的志向。下一堂课开始讲心法，谢谢。